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麦承欢麦小姐吗？啊，对，您是？我是陈淑贞女士的代理律师，我们追思会上见过。啊，哦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有一份陈淑贞女士的遗嘱，需要您明天到我们律所来一趟。我吗？是的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奶奶的律师。 跟我说让我明天去一趟律所，是关于奶奶遗嘱的事情。这种事情喊你就行了，干嘛要叫上我啊？叫你不正常吗？你也是奶奶亲人啊。这么气定神闲的，难道不怕奶奶把好东西留给我啊？奶奶这么爱你，留给你也是应该的。要不，咱们等明天去完律所。 去吃个饭，我再告诉你。多大点事儿，还卖关子？行吧。谢谢。哎，陈欢真有用啊！叫你这么多天，你都不肯出来。 他这一劝你就出来转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们俩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关系不准备再进一步？嗯，得，不问这些。说正事儿啊，明天就公布遗产，你拿到心安理之后，还打算回瑞士吗？ 这份遗嘱是由陈淑贞女士本人亲自拟定。最近一次更改的时间是陈淑贞女士离世的当天早上。陈淑贞女士将名下所有的首饰赠与刘婉玉女士，感谢刘婉玉女士。 对卖家的付出，陈淑贞女士将名下账户中的所有存款交由麦承宽女士继承。陈淑贞女士名下建华西路1100弄9号花园洋房（含阁楼阳台花园产权）交由姚志明先生继承。 陈淑贞女士名下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，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，为陈淑贞女士名下所独立持有的产业，产权交由京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，为期10年。10年届满后，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，归麦承欢女士所有。 在这10年期间，经营管理权由麦承欢享有，盈亏自享自担。麦小姐，陈淑贞女士让我律所代持的新安里的产权，期限为10年，10年后产权过户到您名下，所以您现在全权享有新安里花园酒店的经营管理权。 这新案里原来是老太太的，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她怎么给了欢欢了呢？这还有一封信是留给姚先生的，请您帮我转交一下。那你还要跟他表白吗？哎。
你说这麦朝欢，我是以后叫他老板娘啊，还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啊？老板，你先冷静一下吧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呢，这种事情不接受也得接受啊。咱俩去放松一下。你跟你爷爷一样，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，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。我觉得做人跟做菜一样，如果只盯着结果，急功近利，菜没了温度，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。听说兴安里落到了麦承欢手里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节奏吗？这是奶奶的遗嘱。我必须提醒你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。老板，要不我现在就订回瑞士的机票吧。你想回去我不拦着。现在新安岭已经是麦承欢的了，事已至此，咱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必要啊。你还有心思在这儿钓鱼？奶奶没把新安岭给我，是我抛错了竿。她让我向麦承欢学习，又教会我人情大于利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奶奶都是为我好。奶，没事没事，反正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也是第一次翻车，对吧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咱们考虑清楚之后要怎么做就行。继续等待，等。既然抛错了竿，那就再抛一次。麦承欢是我抛竿的参照物，我要想办法把他手里的心安理拿回来。老板，深谋远虑啊你！钓鱼和做生意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强都不服啊，我就服你。工作麻痹自己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。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。